相亲对象小李请王叔一家吃饭，王叔连吃带拿花了5000多，赶紧把账结了，真丢人。结不了一点，我每月2500的工资，你让我拿命结？你个骗子，之前谁跟我说的每月3万块，又说下半辈子养我。大力听到此处人傻了，觉得自己格局还是太小，原以为小李是个大冤种，如今看来是个小机灵鬼。妈呀，高手遇到蒙面人，一山还有一山高。大力，你是在笑话我吗？不敢，我就看个热闹，我只关心一件事，谁来结账。闹到这一步，相亲也慌了，之前是我吹了牛，索性吃饭，我出1000块，剩下的让他们业绩。小李头也不回的走了，剩下一众相亲面面相觑。你给我回来，把账结完再走。王叔，结账吧，还要支付4235，或者你们均摊一下。大力刚提到均摊，所有人都把目光移开，装作跟自己没关系。翠花则开始胡搅蛮缠。大力，你什么意思？要餐费去找他，跟我爸有半毛钱关系吗？说话没逻辑，做事不讲理，我就知道是你们连吃带拿的，大家乡里乡亲的，像吃白食这种事宣扬出去，你们脸上怕是挂不住。大力，你阿花，够了，别让亲友看笑话，我给还不行吗？这可是4000多，我平时都是省吃俭用舍不得花，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，可亲友在场，面子上又挂不住。王叔，谢了，欢迎下次再来消费。大力，你听好了，我下次相亲再找到对象，再也不来你饭店了。已经想着下次了，厉害，不过这次花钱买的教训可得记牢了。大家都吃好了，我们回吧。王叔满脸苦涩，带着亲友离开。他一顿饭损失了4000多，对于庄稼汉来说不是小数目，可大力一点都不同情他，不过是坑人中坑几把。而系统声音在这时响起，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，使用食材1000份，任务奖励获得抽奖机会2次，开启特殊功能复制。复制，小黄是把一张钞票复制成2张吗？这下我发达了。劝宿主不要白日做梦，复制功能仅限于出锅5分钟内的成品菜，宿主可将做好的菜复制成多份，复制次数不限，但需要消耗原菜品同等食材。不错不错，能大大减轻我做菜的负担。2连抽奖，恭喜宿主抽中食谱宫保鸡丁，抽中食材活虾300斤。宫保鸡丁又是一道经典菜品。大力惊喜之时，他爸打来电话，语气不是太友善。大力，你对老王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呀。怎么了？他跑去给你告状了？老王从你那吃完饭离开，刚到村头就晕倒了，已被120拉去医院了。多半是气的，毕竟一个极其吝啬又爱面子的人，突然请人吃了4000多，不免有些难以接受。什么？老王请人吃饭？今天太阳也没打西边出来，他又何苦为难自己？爸，事情很复杂，我回头再跟你说。总之，我没对人家如何。挂断电话之后，叶生哥和林舒兰走了过来。大力，那个大冤种走了吗？你刚才不在。可惜了，没有谁是大冤种，应该算两个猎手的博弈，简直比宫斗剧还精彩。没关系，我录了像，可以看回放。你真够溜的。对了，我新想出一道菜，做给你们试吃一下。记住一盒行，为将来比赛打基础。随后大力走进厨房开始做菜。宫保鸡丁是一道闻名中外的特色传统名菜，该菜式的起源与鲁菜中的酱爆鸡丁、贵州菜中的胡辣子鸡丁有关，后被清朝山东巡抚、四川总督丁宝桢改良发扬，形成了一道新菜式。红而不辣，辣而不猛，香辣味浓，肉质滑脆，卖相还不错。宫保鸡丁，请品尝。闻着挺香，一盒行也比之前好多了。妈，先动筷吧，吃完再点评。随后两人开始动筷吃了起来。大力，这道菜堪称完美。当然了，平时做给客人吃，造型不用如此麻烦。知道了，谨遵伯母教诲。大力听到评价不错，开心的笑了。这时餐厅内走进一个大妈，开口就是惊吓。老板，我要30份蒜蓉开背虾。啊，这么多，你是要打包带走吧？我对味道没要求，但是数量一定要够。放心，我做生意童叟无欺，一只虾腿都不会少。大力带着疑惑走进厨房，经过一阵烹饪，一盘蒜泥开背虾出现在眼前。复制29盘，启动。一阵光芒闪烁，桌子上出现多份蒜泥开背虾。这玩意就是好用啊。老东，可以啊，还学会了新技能，往后你投喂猫罐头的时候，能不能帮本喵变一下？我还想复制几坨黄金呢，但只能对出锅5分钟内的菜品使用。命苦啊，注定本喵无法实现猫罐头自由。随后大力拎着2个袋子走到外面。大妈，这是你要的30份蒜泥开背虾。这么快，数量够的吧？绝对够，不信你可以数，假一赔10。不用麻烦了，我扫给你。大妈的急性子越发勾起了大力的好奇心。大妈，你买这么多虾到底要拿去干嘛？放生，做善事。什么？都熟了还能放生？有什么关系呢？心诚则灵。老板，你别大惊小怪的，我之前还听说有人放生矿泉水。对，
放生矿泉水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这不是闲得蛋疼吗？难道跳广场舞都不香了？说了你们也不懂的，我去做善事了。大妈，我有件事想提醒你。你都没信仰跟我聊什么？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你想对他说教吗？我想提醒他九龙峡湿气重，水潭边一起清苔地滑，虾尖放生的时候小心点。你人还怪好脸。大力忙完坐门口歇息，夜生哥则带着林淑兰去赶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乡下很多东西都显得新鲜。过了一阵，大聪明给他打来电话。大力，又出大事了。村里又有八卦了吗？不是，有个大妈在水潭边放生失足落水了。不是吧，这么巧？大妈也是个狠人啊，连自己一起放生了。别说了，赶快去看热闹。哦不，赶快去救人吧。